天我们来到了董家溪跳蚤市场，进去看看吧。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，我们去三楼。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，和平歌咏蓝布发芽遮云，心头都的放晴。哇哦！到你想英勇的警卫军，哇，老板牌墨水。哦，这个应该是一个女生给一个男生写的信。她前面寒暄了很久，然后最后问出了一句话：“你有女朋友吗？”精美，你值得拥有，爱了爱了。等一下，让我再来看一下这个美。这个是以前小的时候用过的充电电池的充电器，哇，真的惊了，好多年没有看到过这种东西了。这是开桃花运的粉水晶，来，快来多开点桃花，好桃花烂桃花一起开一开。笑望着广场上人群，为要把爱全都装进心里，陪我一起旅行。祈祷你像英勇的警卫军，懂也不懂得守护爱情。问一下，你要买什么名字？斯文败类。留下的脚印，是我爱的风景。来，八字合缘。有点歪歪的，带着。小小你真的。就正常吗？一般般。你就是晴天，我的爱里面。来，是不是你想要的斯文败类？不是，是你的。立正，站直。这个茶馆好有意思啊，就以为是那种卖旧货的，其实是一个茶馆。逛了一个多小时，真的是逛瘫掉了，好累啊。我一个多小时的这个收获呢，是这把剪刀，来看一下，就是它，10块钱，觉得它还挺可爱的，就买下来了。这个跳蚤市场还蛮大的，能逛好久。很累，但是还蛮有意思的，收获很大，很值得来哦。